小燕姐，那个学生很喜欢老师，看完都不回头了。请开门。好好看，好好看。老师，你有魅力哦。你好像，他长得有点像徐冠文。徐冠。啊。徐冠文。对对，大哥像大哥。拍，写起。土风舞。你什么态度啊？因为他跳的土风舞，我曾经跳过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动作很像，对不对？跳 disco。迪斯科。学生说是迪斯科。年轻人说是迪斯科，对不对啊？你的老年轻人说土风舞。OK， 老师，我想应该是那个50年代那种什么阿狗狗。洗澡，洗澡，装扮一下，然后去跳阿狗狗。搔首弄姿跳阿狗狗，对，这么多过程啊！ Yeah. 跳阿狗狗还要洗澡，还要沐浴净身啊！对，阿在开的。所以天气很热，所以他觉得哇，好热，好热。很热，是这样子吗？哎，对，哦，真的。流汗啊，流汗，他听得懂啊。对啊，我本来就懂啊。你再跟他讲两句。哎呀，沙西米的。我沙西米的，我西伯利的。哦，鲁莱巴的是吧？他就是在跳舞，但是他有表情的舞。跳什么舞？跳，然后因为有些人能跳，舞池就那么大，怎么样？我能跳，你不能，来吧，痞子跳舞啊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，不是痞子跳舞是什么？是对痞子跳舞。我觉得他们后面的打野都对啊，他去看了土风舞之后，觉得很难过，说：“哎，我年轻人还是要跳这个比较热一点的舞啊。”所以是跳什么呢？所以他就去跳 disco。跳的话，这个也是落伍了，哎，一样像复古，他去跳阿狗狗，那不是更老吗？哎，真的是跳复古嘛？哦，复古，复古跳阿狗狗。哎，我们现在来看看正版的到底是在跳什么舞，好不好？有没有流汗的？有没有什么？我们来点老一点，来来来。